我是今天早上下水做200米蝶泳水位活动的时候，我才知道我要上接力。然后包括我早上来到这里赛场见到他们三个人的时候，他们三个人没有一个人告诉我说你要游接力，是故意没告诉他们，我也不知道。然后早上来的时候，李冰姐还给我做了个加油，我想说就一个200蝶加什么油，而且有很大的把握嘛。后来我才知道他这个加油是给我接力准备的。都有好吗？然后游完200蝶之后呢，在水里面放松的时候，我也在担心自己体力会不会不够，然后下水可能150米的时候应该比澳大利亚选手会慢嘛。最后50米的时候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，那一股力量有点像中国力量，你知道吗？就突然燃上来，就我跟你拼了，然后我就把它给超过了。